就是个公主。好吃的吗？我第一次在现场拍照，最近呢刚刚拿了驾照。怎么打？怎么挂？我挂不来。在大连拍戏，我记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冷的一天。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，就已经吃过阿盖了，就是在同一家店吃的，还有一只特别可爱的秋田犬。就是感觉整个世界当时都是在里面，都是爱你的形状，也是爱你的形状吧。爸爸，我媳妇找你干了，爸爸。哎呀，有情怀的剧组里就转成剧组成员。怎么样？怎么不冷啊？在剧组最多的时候，身上一共有10个暖宝宝。我们要合理。正确的在路上驾驶。张宝强。